防御纹样是可以点两次，所以说保底增加一点防御，运气大爆发的话就是增加两点防御。马古勒纹样第六次强化 ，Go！ 马古勒强化次数六，准备见证跳二啦 ，Go！ 啊，跳一，那没关系，我防御再增加一点，防御再增加一点。帕拉格里欧纹样的话是三次四，帕拉格里欧强化次数第四次，希望来个六阶 ，Go！因为 我只会到六阶，我不会再往上了，我不会再往上了。帕拉格里欧第四次 ，Go！ 哇，加一而已。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是一定要再按的啦，因为你就差一点点而已啊。好，那这个你就算跳三，我也觉得还好而已。所以说就保底吧，保底吧。跳二最尴尬啦，跳一就毫无悬念啦，跳三的话就感谢大家啦，来喽。第五次强化帕拉格里欧 ，Go！ 啊，跳一 ，OK， 无悬念，无悬念，那就增加了一点命中，跟一点攻击。第四个跟第五个纹样对吴克来讲是没什么用的，是没什么用，所以说我们还是一样先点伊娃吧，两件事，一波三，这个要拜托大家一波三呐、啊，一波三呐、啊，我目前点纹样还没有看过三的啦，伊娃纹样。第五次强化，看能不能到九阶啊？目前是六阶啊。点下去了，点下去了。跳一的话就没有悬念，跳二的话就舒服了，跳三直接起飞。OK， 二三我都可以，跳一的话我可能就不会想要点了。第五次强化，伊娃纹样 ，Go！ 加二 ，OK， 舒服，舒服。那这个就一定要再点啦、啊、因为这保底九嘛。如果跳三的话，我接下来还是要再点伊娃。啊，如果跳一的话就无悬念，伊娃可能就不会再点了。跳二的话最尴尬，跳二的话超尴尬。伊娃纹样 ，Go！ 第六次啊，第六次。一是 79.5% 啦，然后三是 3.5% 啦。OK， 伊娃纹样第六次强化 ，Go！ OK， 一好。3.5% 跳三，第七次强化，第七次强化，第七次强化，好不好？第七次强化 ，Go！ 1250啊，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吴克的最后的一发啦，因为我只能买一次2000钻的包而已啊，一波三刷起来，一波三，聊天室我只要看到，我只想看到聊天室只有这个三这个数字而已， 3.5% 的机会啊。这个好像比那个做金技能还高一点，金技能听说几率就只有3%而已，然后我这个是 3.5% 还比较多一点，还比较多一点。OK， 来咯来咯来咯，马普勒纹样第七次强化 ，Go！ 加二加二，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加二加二加二，加二加二。所以说我现在是71啊 ,7-11 啊 ,7-11, 那我啊我想一下哦。我在2000钻，我在2000钻我就可以保底，我就可以保底再拿一房了。但是我抽不出来了，这个就是吴克的无奈啊，我们等之后啦，这个真的一定要等之后啦。我现在倾家荡产也不行啊，因为我已经倾家荡产了。OK,OK,OK。我剩下7了。再一包，我剩三钻啊，喜得再一包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我们吴克就是这样子啊，不是说我们可以花，没办法，就算了，就算了 ，OK。可是这个加二已经让我跌破我的眼镜啦、啊，你不觉得我眼镜裂开了吗？我觉得很棒啊 ，OK。然后接下来我们之后如果有那种，比如说那种五六百祝福点数的话，我们再来点帕拉格里哦。谢谢收看，记得要帮我订阅我的 YouTube 哦。如果还想要知道更多小P的消息，欢迎到 Twitch、Facebook、Line at Gameplex 上面搜寻小P的账号。OK， 那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问题，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小P，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，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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